夏楚才，行动。 向我处突围！秀才，小鬼子今天怎么这么客气？他那是等咱们靠近了才打。那咱们到底还打不打？打！听好了。 秀才他们几个人疯了吗？就凭他们这么几个人，怎么可能突围呢？ 知道你自己是干什么的，他们这是白白送死，即便是死了，也叫为国捐躯。可他们的死对整个行动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是在打仗，请你不要把个人的感情掺加在里边，好吗？监考季，这场戏好看吗？ 好像是中村长官的队伍，中村这个笨蛋。 阿佐阁下愤怒，他终于出击了。秋刚，
我们需不需要协助大佐阁下？不，大佐阁下不喜欢有人不听他的命令。我们只要在这里看戏就可以了。嗨。江大同，他们怎么了？我退下，退下。上尉，他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咱们也投降。啊？真是勇猛的大日本皇军，而他们生擒了。开城墙那边有什么消息？开城哨来电，还未发现目标。让他们按照原计划行事。